我们这种长相凶巴巴，私底下都蛮套俗啦。我想说，我什么时候说我看不起穷人？才发现原来是有人以为我说过一句话，有钱人买东西穷人都看不懂，但那句话不是我说的，就真的就是傻爆眼啊！啊，就人家为什么他就吃什么啊？王思佳喊冤，没说看不起穷人，酸民为什么就吃什么傻爆眼？可能我们每一首特别讲，别人就觉得好像没这个困扰，但其实困扰一直都是有，毕竟我们是平凡人。祸不单行的王思佳，经过假包风波、学历造假、豪宅争议，近期坚强复工。25号录影前的化妆时间，他透过直播预告粉丝们敬请期待频道更新，并否认买过水军。但如果有人要为了我买水军，谢谢。很多事情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。其实，在直播的时候，我不会开美机。我们的工作其实直播开美机是很不 OK 的。我放大片只有拍照的工作会戴而已，对，但其实平常是不戴，因为我看起来已经假假的。我再戴这个真的是会蛮假的。你们看我都是一点点，什么东西都只能一点点。我人生真的很多停损点，都不能使劲化。妆感都很美，谢谢。其实这样在镜头上面看起来还是会很像妆很浓，还是你们都要上网帮我讲话？但你们都会变成我的水军。喜欢我们的人就喜欢，不喜欢的人也没有关系。节目上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节目效果，讲讲话好玩。没有一个人会每天生气，而且有的时候节目上有领钱，所以一定要生气。我说有一些要双方要交锋吗？啊，你身为一个表演者，不就是要去对？不然怎么办呢？我都领钱，然后还演大好人，有领钱一定要做足做足戏嘛。我们这种长相凶巴巴，私底下都蛮套足啦。跟我相处过的人知道我人好就好了。最近还有人说我自己看不起穷人，然后我傻眼，我想说我什么时候说我看不起穷人？才发现原来是有人以为我说过一句话，有钱人买东西穷人都看不懂。但那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有钱人买东西，不然穷人都不懂啊。然后你知道，就真的就是傻爆眼啊！如果我这样的状态，如果我讲的那句话，不早就已经爆掉了吧？对啊，啊怎么不去看一下原影片？那他们还一直这样讲？啊，就人家为什么他就吃什么啊？那能怎么办呢？我就真的没讲过那一句话啊！拜托，我自己那么努力认真工作的人，我还说我看不起穷人，我头脑又不是坏了，我就叫我自己盘子王啊！对对啊，我什么时候说温贵妇？没有哦，我也没有称说我自己是名媛，没有哦，真的不用再帮我扣那些有的没有的。我要去换衣服，我要去